现场是这样子、啊。这整扇门都被破坏这样。对啊，整扇门啊。用铁制成的网门有一定的重量，居然破坏到整扇门掉下来。洞原本就有了，他如果真的要进来，其实一般身材的人都可以钻过去这个洞啊，还是没有必要再额外破坏这个门。是有多么想运动，撬开网球场的场馆大门直接闯入。这两个叉栓，他直接把它都破坏下来，因为觉得蛮傻眼的。哎呦，去年才完工的网球场哈，他的门却被这个。不明人士给破坏了。全台防疫三级警戒，各县市体育馆都暂时关闭，防止群聚。而南投县集集镇综合运动球场在这个月19号起暂停开放，避免民众群聚打球，产生防疫破口。结果网球场的铁门却被破坏，就不能进去，就不要给他破坏工，很夸张，应该是小朋友做的吧？怎么会这样？整工程有一个段落之后解封，对，在病人的修复、大概就是几千块吧。疑似民众为了打网球而硬闯镇公所，也拆除球场中的拦截网，要找出破坏公物的民众求偿。